大 S 徐熙媛日前经传昏倒神隐六天，小 S 晒合照，没有人可以分辨我们。大 S 徐熙媛日前经传昏倒， S 妈先是说癫痫，后媒体频传可能怀了第三胎，之后经纪人澄清是因为发烧引发晕眩，病况成谜。事隔多日，小 S 在微博更新和姐姐的合照，喊话：我很爱我姐，没有人可以挑拨我们，没有人可以分裂我们。大 S 爆出身体出状况住院，至今已经第六天。妹妹小 S 当时已得知姐姐昏倒后，立即赶往医院陪同。虽然目前她的身体状况不明，但还好有家人陪在身边。小 S 凌晨有感而发的在微博写下：我很爱我姐，她伤心我就伤心，她经历的痛苦我就尽量去感受，她快乐我比她更快乐。看得出来把姐姐放在生命中很重要的位置。不仅如此，小 S 接着表示：没有人可以挑拨我们，没有人可以分裂我们，因为我们是家人和 ASOS。 情比金坚的姊妹情宣言让不少网友感动，特别是在大 S 身体不适住院的期间，能有小 S 温暖真情的陪伴，相信一切都会转好。粉丝也祝福这对好姊妹永远都会是当年开场10分钟的恋爱的快乐少女。